赫是一个能够在战斗中召唤分身并肩作战，并为冰元素的队友创造输出环境的辅助型角色。元素战技养灵卫照、降异咒、点按和长按时，会以不同的方式造成冰元素伤害。以任意一种方式释放元素战技时，申鹤都会为附近队伍中的角色附加冰灵效果。附加了该效果的角色使用普通攻击、重击、下落攻击、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造成冰元素伤害时，将基于申鹤当前的攻击力提高造成的伤害。固有天赋附灵通真法印会在申鹤释放养灵卫照、降异咒时，根据技能的释放方式获得不同的效果。点按时，附近队伍中角色的元素战技和元素爆发造成的伤害将会提高。长按时提升的则是角色的普通攻击、重击和下落攻击造成的伤害。当申鹤释放元素爆发神女潜灵真诀时，分身陆灵将在场上持续造成冰元素伤害，同时会使领域内敌人的冰元素抗性与物理抗性降低。解锁申鹤的另一项固有天赋大洞弥罗尊法后，领域内的当前场上角色还将获得冰元素伤害加成。在日常冒险时，申鹤的生活天赋来复之时，可以使他在离月地区执行时长为20小时的探索派遣任务时增加获得的奖励。諦め。無関奥義。みんながそばにいて、妖魔め、立ち去れ、剣を入れよ。眠るのよ。